大家好啊，我是花童。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无线床的教程。首先我们在这个空地上放一张床，放完床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方块打掉，在它的下面放上这个方块复制器，之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地方用草块填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拿着这个方块复制器到一个空白的地方给它复制一下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这个床出来那么多，还出来一个长的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那么多的床，你看这么小的床像不像蚂蚁睡的床呀？这么小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无线床的教程就做完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